小心上厕所呀，人有三急啊。我看黑子要赢了，我是黑子啊，但我输了，我感觉我可能是烂他的。跟你们说个很恶心，就是刚才小心不让我说的，还有其实不想说。但觉得说这个不太好，但有时候真的，你懂得我的性格，就是很爆炸的一个性格。大家有机会再跟大家聊。跟感情无关，那不要瞎瞎猜。龙安，我的凳子被你抓花了。在聊什么？没聊什么。你在那儿只够你一个人坐吧。哪里家吗？我想要在这儿啊。我觉得很舒服，坐地上冰冰的。就是这样。可奇怪啊，你以后不要在那儿什么，我想说一个算了，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那你这样大家不都让你要说，你都知道你说这句话要该说还不该说，然后你还说。本来想说的，然后后面看你下楼了我就闭嘴了。我要是只要你要下来了，我就不开这个头。你老这个样子，不是一次两次，这个、是啥呀，猫的？不是，这个是我吃的。因为这是猫咪吃的。我的猫咪。耶，咱们养。我的猫毛不是很厚吗？然后每到夏天，它就开始在地板上打滚。它在地板上打滚。小心，为什么脸那么红？没有啊，换位置的原因吧，我觉得是。因为在桌子上它有一个专属的灯光呀。我在这边，我这边右边也有一个专属的灯光。对呀、啊，就他很忌讳大家说他黑。我一点也不忌讳，因为我一点也不黑。哦，对吧？我本来就不黑。我说错话了，我说错话了。我用原相机拍我自己，我经常发博。那原相机那旁边我在楼上拍一点灯光没有，是你老给大家营造一种我老是黑，大家会才会这样觉得。好，脑子有问题。干嘛？你脑子有问题啊，你们去看看医生吧你。哎，你为什么老骂我呀？觉得你神叨叨的。莫名其妙。老想惹我生气，为啥？老想惹我生气，又是这么想，嘴瓜了。你要脑子有问题就瞎摸了好不好，你在干嘛呀？没有，你看我不要龙还在干。你看我的猫真的可莫名其妙。你在干嘛呀，姐？看到吗？哎，你在干嘛呀？嗯，这是什么姿势呀？我看他躺在那时候我就想笑。可吓人那个样
山猫传递者。哎呀，你别传。哎呀，你给大家讲讲正能量的故事呀，你不要一直让大家把目光放在我身上，然后他别人觉得我脑子不太正。那可不就是吗？可不就是你脑子不正常，你那些。我把手机插到你把我的拔了，那你给我拿过来，我这一根充电器。哎呦。李佳华。不是，你前面本来就裂了，但现在就可摔摔，你前面就是裂的。我裂了，我没有碎成这样，你直接给我摔碎了。哎呀，去换个壳啊，多大的。屏都给我摔下来了。挺好看的，你不觉得？就那种冰裂纹的吧。来，我先拿一个手机壳给你。关。关系。你疯了！我看你一天天。本来就裂了呀。我本来裂了，裂了我碎没有吗？就要碎不碎？可多壳呢，我给你挑一个。啊，我先保护住。哇哦！岁岁平安。阿弥陀佛。你自己明天刚好要出门去把壳给我换了。我去哪？什么去哪换呀？我裂了，我没有碎成这样子，你还在说我自己的壳本来是裂的，谁给我摔碎的嘛？裂和碎是两回事，好不好？自己拿去给我换。明天就让他给我换。可不碎片到时候扎到人。明天来上，我之前去换过。之前我们在我们经常去的那个地方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，忘了。就之前我们经常去按摩的那个地方。有修的就在那儿修就好了。小心地上的碎片，我捡起来了。没生气了，没生气了。败家。手机屏吧，手机屏吧，是杨幂呀。能说说你的成名之路吗？我的成名之路可坎坷，可漫长。我以前当网红的时候可难，那个时候喷子可多。就我以前有粉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喷子最盛行的时候，就大家都会在网上喷。我那个时候不停的被喷，不停的被骂。后来就好了，后来，有了抖音就又开始玩抖音的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我们俩的路啊，就我其实一般你都懂得，我的性格我其实都是很乐观的那种性格嘛。
大家应该感觉得到吧，就很正能量的一个。感觉得到。但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，就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还是能感觉到，我们这条路就是，就还是很坎坷跟难走的那种感觉。就外界的一些就算了，就你看，包括有时候被打压呀什么的。就其实你们想的那种什么，哎呀，父母亲知道吗？什么东西知道吗？我其实都觉得这些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，就只是阻碍的一部分而已，并不是说只有就父母亲什么的，就是全部，就我们经历的东西比这多多了。对，都一样的，我知道大家都很难，但这就是就小部分，像你们就可能很喜欢我们，然后你会祝福我们，但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80%的人是不理解的吧，你知道吧，那种感觉。姐夫好像两边眉毛不一样，因为我两边眉毛是我的眉毛是真的呀，它长得就是不一样，它这边还断了，你知道吧？这边还断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反正就两个人，就是其实从很早开始就两个人就一起下决心，两个人都要一起努力，一起变得更优秀。因为其实本来如果普通一点，然后你。普通一点你都想着会变优秀，更何况我们就是面对的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，所以我们两个都就一直就是给对方说我们两个人都要努力，两个人都要越来越优秀，就越来越优秀的时候才会更好。谢谢白菜，欢迎白菜，谢谢白菜浪漫列车，谢谢。而且你知道吗，其实我觉得说这个不好，但我今天真的很想说，我觉得最恶心的你知道是什么事情，你看那天又遮了一次，我会注意分寸的说话，我就是有话我就是想说出来。就你知道那我觉得最恶心的事情是什么吗？就大家真的不要把人心想得太善良，就你知道吗，就是我反正都是觉得就是你良性的竞争或者和平的竞争都很好，但是就有一些真的很恶心的人，就是他们的公司，就是我们去查，就他们的公司就所有的举报都是出自他们的公司，他把我们当成竞争对手一样的举报，我就觉得真的很恶心。哎呀，干嘛呀？我在看评论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知道，知道了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说一说，不想说什么。这歌还蛮好听的吧？陈立有约吗？没有，他没有给我发消息。那晚上就不用出去了，我看一下。没有给我发消息。自己优秀的被阻拦不了，对啊，所以就是不管怎么样，反正自己要彼此都要越来越优秀，你们也是啊，你们也是啊，就像我们两个双向奔赴，我们都要越来越优秀才能就是说就认得这些。你们说的是对的，就自己优秀是别人阻拦不了的，但你有时候听到这种东西你就觉得
坨老鼠屎摆在我面前那种感觉。对，但调整一下就好了，就这样的人真的很多。谢谢宝贝，谢谢宝贝的比心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你为什么一脸的沉重？没有沉重啊。明天给你去换屏幕好不好？不是还说要带你逛街？哎，干嘛？带你逛街好不好？为什么不要逛街？不想逛，有什么好逛？为什么呀？不想逛。为什么不想逛？你说一说为什么不想？不想逛啊！你把手机，你把手机屏给我，把那个屏后屏。哎呀，换了不是分分钟的事情。你把那个后屏给我换了。我裂了，我本来还想着省着省着能用两天，再过一个月再换。我以为你倒好，你扔过来就给我摔碎了。不是，我以为你说你裂了，你就是想着看你叫他什么时候死。没有啊，我都一直在那忍着用一段时间。你们听我说，就是他的那个手机不是我摔成那样的，就是他之前是你摔成那样，我只是裂了。对对对，他就是裂成裂的，就是要掉不掉的。我没有要掉不掉的，我打游戏都好好打，我要掉不掉的。然后我一摔，他就是缺了一块下来了。没有，我是故意摔的呀。我就是觉得你那样子裂了可不安全，充了电打游戏，我怕你被电了，到时候我故意把它摔了。我明天带你去换，好不好？我要是后面要掉不掉，你说我打游戏不会割到手吗？我只是这一块全部是这样裂开的，但它没有掉。我打游戏是正常打的，它是里面的膜全部裂了。哦、你说的好好呀，那个、哎，鼓掌。然后太能说了，你真的说的好好呀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应该写在教科书上。我是裂了，但是是你给我摔碎的、而且裂的很有个性哦，我也好喜欢你，你也帮我摔一下，我就想要那种裂了不碎的那种感觉，好不好？你帮我摔一个，行不行呀、啊？啊，好吧。别跟我讲。没有，他真的摔得很好看，就是那种裂的很特别。今天送的小兔子，感谢喵咪。我可好奇，哎呀，今天赢了司仪，想让他给你打打电话，结果他不在。啊，这位哥在干嘛？你是怎么忍住不打的？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我也会疼，所以我不打，行了吗？感谢送的比心，感谢姐姐。他这么爱我，他怎么舍得打我呀？你在说什么呀？啊，你的这个呀，连他吧。大家昨天有看到赖亚新拍的他唱歌的那个视频吗？那是我录的，那是我录的。你怎么不说是你在后面唱，我在那对嘴型？哎，当我发现，其实我讲真的，我觉得我唱歌应该是不难听的，只是因为不敢唱，你知道吗？就不敢出声的那种感觉。我感觉我每天在心里，就你们会不会最后在心里面默唱？我感觉我默唱发出来的声音都很好听啊。默唱，就是那种默唱有什么声音啊？就你自己心里面会有一个自己的声音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不是，有的人他就跟跳舞一样舞痴，比如说我就是舞痴。哎呀，你不懂，你不懂。你就是不会唱歌，上天沟通不了，上天关闭了你这一扇门，那懂了吗？为什么那打开了什么门？啊，他关闭不是关闭一下要打开一下吗？嗯，那我用我的歌喉换的什么？也没有换到东西。换了你的颜值啊！我颜值用其他换的。我颜值是用我的易胖体质换的。
就像我能唱歌，然后所以你黑，不是开玩笑的。那你说说你的歌声是用什么美妙的？你为什么老在直播间说我黑？你讲真，我哪次用原相机拍出来？来呀，原相机啊！你没比我白多少啊？白多少了嘛？白满了，再重新拍。也没有白多少啊，白到什么境界了吗？没有白多少吗？这儿美颜也看不出来。那下来我就把这个发微博。哎呀，我故意的呀。宝宝手好白呀。宝宝手，我的宝宝手长得可好看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拍产品图他都要用我的。我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的，你打打我吧，不然我觉得我都过不去。过来过来过来，跟你说一下笑话。那个直播间那个 good morning 在不在？那 good morning X 不是叫 good morning 那个姐你在不在？那个小姐妹 morning 干嘛？叫 X， 名字叫 X， 博名叫 good morning 那个姐。哎呀，又要向人家证明你本人白不白呀？我今天就要让她发誓，我今天就要证明跟雪糕一样的白。喂，能听到吗？能听到吗？让他上麦证明，这都不至于啊！不至于，你在那儿直播间抹黑我就至于。Hello， 能听到吧？我这儿没有回音吧？我没有回音，戴耳机了。你摸着你的良心说，我是比李佳华是比我白，但我没有他说的。一直在那说我黑的夸张吧，你来形容。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我算白的，老婆比我白多了，你比我还白，真的，我算你白的，我算女生中白的，真的，我在我们这儿算白的，老婆比我白多了两个度，真的。大家随手举报一波。好吧，让他爬吧。这个小姐妹偶遇过我们，良心人，真的是个良心人。我当时还说你比他白呢，当时第一眼看的时候我还觉得你比他白呢，我不知道怎么想的。对呀、啊、让他爬吧。直播间抹黑我，我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不是，我觉得你可能是因为喜欢小新，所以你给他增加了那种就是花团、啊、你知道吗？我没有。你说我们两个差不多我也就冷了，你说他比我白，你真的有点夸张了，你知道吧？真的不是呀、啊，真的不是呀、啊。随手点一波举报，这个人不诚信。来，右下角这个。我没有，真的没有啊。
就是我第一眼回头看的时候，叫你们回头看的时候，我真觉得，就是你之前一直也说我老婆黑嘛，对吧？我当时第一眼回头看的时候，我真没有觉得你比他白到哪儿去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就是、你这黑我黑我老婆。但是你没有比我白到哪儿去，白到没有说你。白到你一直在那说我黑黑黑，说了好几遍。这个是我的一个策略，我一直吐槽你黑，但大家听到说耶，并不会白，并不会很白。这个 AK 四，好，我恭喜我老师，你要好好的。AK 四，咋了？咋了？你有两位土豆腐吗？你有两位土豆腐吗？我老婆有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老婆有哎，笑死了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那我先断开，我先断开，我先播啦。我拜拜，爱你啊，拜拜，拜拜。不要给我老婆玩铁壶。没开始，你还没有实习吗？哎呦，我断开了，他话还没说完呢。没开始还没有实习吗？感觉他每天可闲。小心随手找个证人就可以找到他。我老婆白着呢，大家不要再说他白了。好吃好的猪肉脯，我自己杀的。自己杀的猪。怎么样，三十几了？还是没有。明天没空，是明天玩完都很累了。那你今天想吃吗？我今天也还好。但是你想吃了吧？不是，今天跟明天一起吃。那只有明天吃啊。那明天吃吗？你要你今天能拍吗？你要怎么拍不拍的？如果你想拍，我不想吃。想吃就给我点，然后我不想吃就不点哦。对呀、啊，我想一下，那我考虑一下。你要点的话，现在正好点，就如果想吃的话，现在要点。但是我讲真，就是上次我建议你，我说我们把海底捞点到家里面吃，在家里吃火锅是不是很舒服？有没有？没有。追着剧吃着火锅是不是比外面？但我还是蛮喜欢在外面吃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觉得。要收拾，也没有收拾什么，那个桌布衣服你看都是我在收拾，你收拾吗？是你收拾的吗？那我收拾的呀。垃圾要丢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收拾什么了呀？是我在收拾呀。就怎么样？就不难收拾啊，那个桌布衣弄，你把那盖上扔，它还有一个箱子，扔箱子里面，就很舒服呀。你不觉得两个人的二人时光？哎呦，我的那。是海底捞的照片还没发布呢，我还想发给你们。哎，来吧，那不然今天去了，我们再来一次吃。干嘛呀？谁说谁点海底捞？我也不知道。那还是三局两胜呢。就是一种游戏只能玩一遍，你不能玩两次输二十，也不能玩两次水饺布，就是要拿三个。就第一局，比如说石头剪刀布，第二局三五七，第三局什么什么什么。对对对，你不能两局三五七，这样对我不公平。来不来？可以啊，来吧，姐妹们，快点！你俩是海底捞的股东吧？我们真的是黑，我都吃成黑海了，我俩。快点！先石头剪刀布。那石头剪刀布要分三局两胜吗？对啊，就是三两局算赢两局算石头剪刀布的这一个类别胜出。哦，懂了。姐妹们，快给我加气打油，我们加油打气，加气打油。我们已经不是大学生了。快点给我加油打气，姐妹们。好，慢一点。你们想让我赢的就小心加油，老婆加油；想让李佳华赢的就打李佳华加油啊。哎呀，宝宝都没人给你加油哎。我不在乎，我一个人可以你所有的。快点，快点。都剪刀不好，你把我的说啥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都剪刀不，哎，还就一把哈，都剪刀不，哎呦，第一个回合我赢了，好，三五七，快点，三五七。
先玩那个吧，扔骰子就最简单的，微信扔骰子。把我那个手机拿来。用这个手机也能扔啊，你随便找个人发就好了。不啊，要两部手机，你一个手机它程序那种。不用啊，就是直接扔一个骰子，我们扔三次嘛。不，一每人扔自己的。见面梦币吧，输了字对不对？不是，你有病吧？你看着我弄，我们就都给小李，都给小李乔发过去吧。就是一是最小的，还是一是最大的？一是最小的。小子在找啊！啊！可紧张。那这个是直接就比对了，还是三局两胜？还是要直接比对？要不三局两胜？不用，直接比对就等于，如果这局谁，比如说又我赢了，那就是直接结束这个比赛了。对啊。对啊，那如果一人就是平了的话，就是三五七就变得尤为重要了，因为尤为三五七也是直接对的。好，开始吧。那这个三局两胜嘛，这个也三局两胜，就三个大小。浪费时间了，太浪费时间。这个也三局两胜，就摇三个骰子有什么嘛？很浪费时间。不，那就一个一个的摇嘛。对，一个一个摇。等一下。不用管啊，我们看得到啊。我想给他们看。哎。我想给他们看。好。我想给他们看。好，你先。等一下，我要给他们看。有没有什么不能看的表情包？没有，快点，别。啊，我有。幸好，不然被封号了。那一会儿给你们看吧，一会儿给你们看，我先。就扔完以后再给。就给他们说就好了。我有一些不好看的表情包，不能乱了。快点，点了，你可。好，第一局喊我。我六，哦，我赢了。我六，他五，第一个。好，最后一个平局了哈，他又是五三，我三，他五。就一个组一个，宝点吧。你刚刚要是听我的第一局的话，你还有回旋的余地。点了，我赢了，我是五五六。哎，我的表情包不能。啊、就是。还是。我的表情包。我没有弄掉呢。还是六三二。来，快点，程序打开。你打开，速度，哎，我来的慢吞吞，那你给大伙多一点，哎，是这部手机还是这部手机？啊，那行，这部手机，那你这部手机没有二了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好哄了呀，李佳华？就今天整个直播从一开始到最后，你就老是在那儿说我黑，说我怎样，说我这样，说我那样。你不要用其他，一码归一码事，明天的我用明天的事解决，好不好？不是呀，我就是一码归一码，我就觉得今天晚上直播你为什么老是在那儿找我的茬？先别点，我是觉得今天晚上。哎，别吵了，你不要用这种。一两，在我这头，我跟你说，我胜负欲可强了，是吗？练个服输进来。而且宝宝，我吃了。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哦。不能准备六分。也不会了。宝儿，你知道什么叫得意忘形吗？知道。今天看不该不会还有肉骨头吧？不吃了，没意思。愿赌服输，愿赌服输呀！他都在点了。上上上。
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小心的态度？你玩个游戏，你赢了就赢了，你刚刚对我是什么态度呀、啊、你？哎呀，我听到了呀，那不是啊，是真的，你以为我在做直播效果吗？没有啊，就你赢了你就好好拿去点啊，你在那什么那样，你鸭子还吃吗？今天我不吃。这里点的老也不吃鸭我今天也不想吃鸭血，鸭血别给我点了哈。我要别点这个豆腐，这个豆腐昨天那天吃根本都没吃完，那天都没吃完，你忘了？你别点我，点你自己的，我蹭一点吃就好了，没关系，宝宝，我蹭一点吃就好了，别点我的。锅底也不用点，家里还有一点点那个汤的锅底，行。反正你就点菜就好了，要点个锅底、啊、你点菜就好了，锅底我现给你炒，我现在就给你炒锅底行不行？你就不用点锅底，你点点那你想吃的只有海底捞才有的菜，我现在炒个锅底还来得及。我是四川人，你相信我，我会炒锅底。我蔬菜点一点吧，我有后菜一点。啊，破费了，破费了，姐妹们，今天破费了，大破特破，大破特破，今天我想哭。但手机你一定明天要给我修好，听到没？我今天也有，我来半份。什么半份啊？我在。什么猪肚？就这样，每天没有多少钱，还可以领单据，你还没。那天也是差不多。不不不，我知道，我说手机明天一定要你给我换，听到没？那个后屏就一两百块钱。就是上次那一家嘛。对。就那么好，到了。我知，就算明天没换，下次去也会换。你不可能为了单独去那个地方。和。小米。基本都点了。雪娃药片。毛肚。你毛肚是点，我们点另外一种。哪一种啊？你又点了精致毛肚和这个各点了一份。因为我觉得两种都差不多。我讲真，豆花上次真没、嗯、真的很好吃，我超爱吃。我看是不是点错了，这个老板豆花是这个，他万一今天也要送呢？不会不会，你点他送。你取消这个，然后我备注一下，我说，因为黑海他都可以送一样菜，要不我就把雪旺取消了，他真的会送我雪旺。那你把雪旺取消，你说你是黑海。对他真的会送。然后把，然后你把写一下。哦，对，我说能否送我一个鸭血？嗯，好，快点快点。等一下等一下，那个卷还没领。你的 那手机拿出去。哎，那如果他拒绝了怎么办？真的海底捞真的会送，只要你说出来。我说麻烦送我一份鸭血，他真的会送，咱们就看看他送不送今天。哦，你备注一下，你把卷领了呀？你买一个这个吧。我都不用这个软件，我买。就是买这个，他直接可以扣16块钱。真的假的？嗯。那我多少钱买的？6块。六块扣16。12。那是划算的吧？对呀、啊。等一下，花6块钱，他会扣12块钱。而且你还剩3张券可以用节目。他是连续包月。你可以直接那个掉，可以取消。在哪儿取消吗？我帮你取消的这个。你这密码是什么？先给你来个正方的正方，玩个游戏。然后呢？这没了。有啊，我嘴巴上有东西。这是生活的乐趣，好不好？哎呀，你可不懂，你跟你男朋友就是要有这样子情调。
看可划算。来，你要备注一下。说好的减肥，没事，我加各种酵素啊，什么一堆。我吃完那个，吃点酵素。你留的是你的电话号码？你的，你的。点了多少钱？点了300块，也没有点多少。就它上面就是外卖叫的菜品比直接去吃少很多。就我想吃那个肉骨头都没有，坚持不了了，就是好晚安。主要是你叫外卖有一点很好，就是他只能点一个锅底，就只要25块钱。要？不用啊。要。你说你是黑孩子？我说。我点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这种感觉？直播到几点？我们看一下吧。你把那个我取消了，连续包月了。小家伙，我又不用这个软件包月干嘛吗？那你播的呀，你不要两个人同时看。找不到我，你可多也吧，你高德这个也花的吧，莫名其妙。我把你们用的吧，这是什么？花的吧？说的不用不用。你到时候还是会，它是自动扣啊，你平时不常用的。这又是啥？不知道。大病互助计划。你有买保险？哦，对，我买了保险。没想到。我真的可爱买保险。我把你那个也检查一下。我只要看到什么保险，把你微信也检查一下。我看到什么好，我就会买。我坐飞机，我还要买意外险，他每次都骂我，你意外险这次不用买，我说我要买，我每次就会买意外险。有吗？没有。OK OK。等一下，支付那个，苹果商店。苹果商店没有，我试过了，我弄过了，上次弄过了，上次不是在家的时候弄那个。别欢。好累。上次弄过了呀。不用那么紧张嘛，你播你的呀。我有什么好紧张的？我看你怕你乱，给我弄。哦，对，这个要把它弄了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我一检查就检查出来。是上次。耶！你别给我乱弄呀。嗯。2022年了都，这个我学习。OK， 没有东西了，我们钱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从牙缝里面抠出来。老婆手机，他手机真的没秘密，我们两个手机都互相看。我是怕他乱弄我手机，你知道吧？他老乱给我的手机发消息啊什么的。真的是你会这种事情？因为你老是这样，我才老拿你手机乱发微博的。像那什么亲亲的你来的，那也是赖雅欣发的，那不是我发的，那不是我发的。但是老拿我手机乱发消息，我才懒拿手机乱发。你知道吗？现在看到他发的东西，我都懒得删，你知道吧？就有时候我的某博莫名其妙的东西都是他发的，都是他发的。然后我那天还看到一群人在下面骂我有什么大吗，反正我看到大家骂他我也开心，我就当你们骂的说什么徐志摩要从坟里面爬出来了，我反正我就当做你们是在骂他了。不是啊，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们是从你的地方搬出来。我们几岁？没事没事，姐妹们，就是他就是他，那个就是他，不是我，别误会了。
就是他，我虽然是我用他手机发的，但就是他发的。你看他们的话都可以应对，你发的时候就装什么呀，装什么文化人啊，然后一直到是我发，我说怎么姐夫变可爱了，原来是老婆。你看他们都随处可以有应对，双标，双标，三观跟着五官走，跟五官也是应该跟我吧。哪个是小心发的？我的微博很多都是小心发的。明天不播，明天肯定播不了。对，明天播不了。明天肯定播不了。我看一下时间。第十九，后天给大家播吧。后天给大家播。后天可能能播，到时候看吧。明天肯定播不了。为啥？为啥？没有那么多为啥，明天是我们两个的独处时光啊。明天我们要去约会的，我订了一个海上的餐厅。所以我说，就是我们吃完烛光晚餐以后，我们就要去修手机。哪有你说的这么高？就是。记得更新照片，到时再说吧。很骄傲吗？到时再说吧。是哪来的个？哎，你们吃外卖会不会可讨厌？他送的一些店家送这些东西，奇奇怪怪的饮料。我家里面这个东西有十几二十瓶了，都没有人喝，丢也不是，不丢也不是。嗯，丢也感觉可浪费。对啊，也不喝。点外卖的时候送的，就可喜欢送。冰箱里面还有好多。就你给我换一个煎鸡蛋也就。就算了嘛，就我能吃，你送个饮料了没？丢了一杯可可惜，你就免个一块钱，我可开心哦。丢了就感觉、哎、送给外卖小哥，外卖小哥应该都觉得难喝吧？你难喝的，你不喝就送给外卖小哥，就、外卖小哥就觉得我必须要你这东西，可以备注吗？但是如果备注了，然后那家店说，哎呀，我因为我们不是固定点一家外卖的，人家如果备注了，人家说，哎呀，我本来就没有要送你。这都多情，对呀、啊，你说不要送我饮料，店家说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啊，谁要送你饮料？他不觉得，哎，他这个是不是就是反，就是激将法或者什么，就是反向思维，就哦，那我是不是应该要送他一瓶？就我就说老板会这样想，他说我本来就没有要送啊，但他这样写是不是显得暗示我要送他一瓶？嗯，对啊，送给儿子。但我们这边感觉都看不到环卫工人，因为我们作息，我们起床的时候环卫工人都会下班了，想多了，没有了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毕竟你今天消费的呀。今天的碗你洗啊？没问题呀、啊，那我现在就先把碗洗。哎，我碗，宝宝，天哪，好失算了。我今天自己做卫生的时候，我就顺手就直接把碗洗了。我就想着我宝宝手不能碰水，因为就我宝宝手为什么不能碰水？因为经常洗碗的手会变得粗老，我就把碗给洗。是我洗的，宝宝真的是我洗的。我今天做卫生的。要是是不是我洗的？哎，你别，我的不是、啊，不是啊，就一两个碗。地上你的，我把你这个碗也洗。你放那，因为一会儿还会有筷子什么的。好，那我拿。那我就说，你有病吧，神经病，他天天在那说直播间的零的，以后都不要做家务了，然后我就会收到可多一骂我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姚华老这样，他老是表现出这样，
让灵都不做家务，其实我经常做家务，然后可多灵就会模仿我，就说哎，赖嘉欣都不做家务，我也不做，赖嘉欣不干嘛，我也不干嘛，害得我收到一的私信，可多一跑过来骂我，说你能不能做做家务呀？我听了就有一私信，我在那教训，我就说，你觉得每一个人都活得很轻松吗？你不能做做家务吗？每次都看到李佳华在拖地，要你是干什么的？就说，你看你不做家务。滚了，你骂他，必须让你被骂。滚开！我先给你捏五分钟，我再帮你端洗脚水，好不好？今天想要几度的洗脚水？我今天不洗脚了。是要加艾草，是要加玫瑰花吗？嗯，还加浴盐。滚！今天播几天看一看嘛，一般都五分，但如果快递差那么个几分钟，我们可能会稍微迟一些。耶，衣服忘记要洗了，我去把衣服下锅，不、下一下哈，把机器打开，我等一下下播它就洗好。我一会儿弄。宝宝，我这真的不是装的，我是真的是要洗的。我洗，走开！真的，我刚刚散步的时候我就不要洗，我忘了。其实这种事情你又不恨，万一谁去没看对怎么办？李佳华说话真的讲良心。真的说话很多时候不讲良心，我发现他不善良这个人，像我没有一点点心机。嗯，你按摩，你们知道我的皮肤有多脆弱了吧，姐姐？他给他按几下，我的肩膀就是全红了，看到没？真的太脆弱了。我洗澡。对，十二点了，大家加一下新的一天灯牌，因为今天不播，今天我们要出去玩，今天不播。大家没加灯牌的加加灯牌，然后没有关注我们直播号的关注一下我们直播号，这是我们的直播号，平时都会在这边直播，我们直播一般是9点到9点05分，如果这五分钟你蹲到直播那就是播，如果没播就是没播。然后主页的话有我们的视频号，没关注视频号的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，嗯，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有想进群的小伙伴可以去某博搜索我们的某博赖嘉欣李佳华，里面的话有我们的微，有我们的，只要你需要打铁关注我们的，关注我们，关注我们的超话，关注嘉欣饼干的超话，这个时候你铁了你就可以进群了哟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家庭。要下来，我好怕、哎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。大家有听懂吗？有听懂吗？我说这么多。谢谢宝贝的嘟嘟。感谢 SM 的梨花筒，谢谢。
本来这两天想看，昨天那天看电影的时候想看漫威嘛，结果漫威不能投屏，我看不了，回成都再看吧。最近在看，在陪他追有复温习那个顶楼二。他在看，我在温习五集了，有很多五集了的，有很多五集了。对，大家没亮灯牌的可以亮亮灯牌，新的一天灯牌没亮的可以亮一亮。谢谢幺二的热气球，谢谢。感谢我明明姐姐的比心兔兔，谢谢姐妹们，谢谢老板刷来的礼物呀，收到了，收到了。哎，宝，你要吃肉片吗？那天也没吃，吃的时候再削吧。呀，谢谢星星姐姐的小爱心，谢谢。谢谢红红的比心兔兔，谢谢老板。谢谢大家给我的小礼物，感谢，谢谢。李家宝中计了，我中你的计了，我才发现。